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每当大家快要放下警惕的时候，新冠肺炎病毒都会卷土重来，这一切都还没有走远，甚至会让人心也得病。这不，最近就有两起确诊病例，一位是明星，一位是素人，不同的国家，一致的吐槽。明星这位或许已经在热搜上刷到了，惊醒下，韩国女 solo 娜扎在颁奖里说出的穷哈就是她。上个月底才发行了第一张新专辑，却因为和确诊者接触，检查之后判定为阳性。一个确诊者会有多少接触者？人际圈曝光，打到了一大片女团爱豆，有人为这些韩圈认知度颇高的偶像祈福，有人抓住了生日派对的字眼就开启洪荒之力，不愿意乖乖待在家里，搞生日趴的人不负责，祸害了其他兢兢业业的打工人。国内尚且如此，更别提危险迫近的韩国，哪怕经纪公司表示防疫局没把它纳入检测标准，经纪人和艺人为了保险还是自费检测。请下本人也在第一时间发文道歉，表示自己实在是做得还不够，依旧免不了被指责，被认为一切都是在撒谎，被冠上了女团病毒恐怖发源地。眼见着谣言伴随指责越传越奇葩，要是没有跟进后续，还真要成了一桩千古冤案。生日派对其实是几个好闺蜜在家聚会，发了新专辑也非常谨慎的没有参加打歌活动，看起来眼花缭乱的行程，其实都在6号知道自己是接触者之前，哪怕自费检测后得到的结果是阴性，也选择了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宅在家里，直到医院打电话过来说不好意思，我们系统出错了，你确诊了，请下这边，也第一时间通知了朋友和公众。就像他自己说的，明明很小心了，步步谨慎，做到了差不多满分，却还是受到了发酵的毫无证据的攻击，惨，就一个字。然而真要比惨，素人这位才叫赢了，做错了什么才会有这般待遇？一位确诊新冠的20岁小姑娘，所有个人信息都在成都各大微信群中疯转，全名、手机号、身份证号被曝光，精确到门牌号的家庭住址被曝光，电话关联到微信账号，无法想象她会收到多少骚扰信息。网上流传出了所谓赵某的照片，不少人对她的相貌甚至身材评头论足，有人夸她长得好看，有人说她长得不好看，所以才会整夜蹦迪，没有被男人带走。疑似本人的朋友圈内容泄露，还用定位作为佐证信息，乱七八糟的谣言满天飞，无尽的猜疑都指向荡妇羞辱，或者是职业不干净，或者是金主论。一个个躲在网线背后的人，仿佛是大侦探福尔摩斯附体，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，洞察一切，拼凑出了一个女孩放荡而悲催的一生。真相却更可笑，原来另一个无辜的女孩被拖下水，被挪用照片的小姑娘是湖南人，姓张，和曝光的信息完全不符，但也无人在意。一群人继续着对某个臆想出的具体对象羞辱狂欢，犯罪分子的照片尚且都会被打码，家暴的、强奸的、杀人的都没有这种待遇。是啊，都是为什么呢？哦，并不是因为看起来让人心惊的轨迹图，而是因为20岁无固定职业，去了三家酒吧，他们看不见小姑娘回家看爷爷奶奶，周末出门和朋友聚会，做个指甲，看场电影，只能看见她一晚逛了三个酒吧，并选择性忽略全程和朋友一起的信息。然后成千上万的人理直气壮的开始了良家妇女鉴定师的工作，流连于酒吧的不是好女孩，好女孩从来不去酒吧，有点社会经历的人都应该空口鉴定职业。要知道，荡妇人人得而诛之，发现自己的立场站不住之后，才退而换角度，开始指责女生在家人有明确症状下依旧不做自我隔离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菊和这群网友都没有自带天眼，只能根据现有公开资料综合分析。12月2日，女生去奶奶家吃饭，之后回父母家住了两天。12月4日，女生回到市区租住的房子里。12月5日，女生和朋友出去玩，包括美甲、看电影、吃饭、泡吧，到第二天凌晨。12
12月6日，奶奶因为咳嗽咳痰去医院看病，没有发烧。12月6日晚上，女生再次和朋友去酒吧玩。我们按照普通家庭来想一下，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